行就行，不行就拉倒。嗯，行。咱办事的话就去咔嚓。骑着咔嚓，对。对，你行就行，不行拉倒。咔嚓，其实银行利息吧，就咱咋花也花不了，利息是20多万，做出那大白菜吧，面糊的特别好吃，谁吃出那做这个菜它好吃。无所谓的，吃点葱蘸酱也挺香。你买的，哎呀，好不好的话，这是。这花叫鸿运当头，鸿运当头啊，比较这个就是办啥事儿的都走鸿运。这个得用什么？得用那个。有花盆啊。自从你的节目播出之后，现在就是有一位叔叔就特别相中你，叔叔天天给我打电话，说你赶紧快点安排我见面吧，我就怕他被人牵走了。太荣幸了啊！就是说一直以来都没遇到过一个就是。这么心仪的，这么心动的，这么有眼缘的啊，就特别迫切。我在电视上跟人也不一定一样，反正是啊，你还觉得电视上跟现在本人不一样？对，我感觉能不能是不一样，那谁知道了？希望别让他失望，期待着，期待是不是？也期待，嗯啊，那咱们就准备出发呗。行，走吧，走吧。一进你家，我就看见那个大酒缸，咋那么大的？那得多装多少酒啊？愿喝酒，我这酒陆游。路边泡的药酒，那泡的鹿茸、鹿鞭、鹿毛桃啊，鹿参都是鹿参东西。那叔叔人家喝酒可能说，哎，我就买这一小坛就够了。那咱这得是多少斤呢？这老大这300斤，那空吧，酒空的年头越多越好。300斤？嗯，对对对，他那个酒厂吧不生产了，说呢那个老王你要买吧，就多买够喝几年的得了。你们要不生产了，不好买，存放量酒现在很少，这玩意天天喝这玩意儿。叔叔，我就想问问，咱喝酒喝的多不多？一般都在晚上我喝一口。喝多少？那这一杯。那边有小酒杯是吗？对对，那小酒杯一杯。我看看那个酒杯。装满了。2两，装满满，一次一杯。对，这一杯就这一杯，这衣服吧，这都上万的。这衣服上万呢？这个是貂的啊，这个是一个貂的，那5000那是啥呀？五貂就这个。那就是不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棉衣是不是啊？对呀。那叔叔呢？像这个冬天的厚的衣服是50001万的，那这种短袖啥的呢？我短袖都上千。啊，买这么贵的呢？这都是一上千的。这个多少钱呢？这个1000，这个好像1300多。啊。这个是给台湾给泰国带回来800，给泰国那时候买800呢。啊。嗯，这个贱点，这个给泰国买400多块钱啊，400就算是便宜的了。对对对，给泰国带回来的。那你这衣柜里最便宜的衣服是多少钱呢？这个短袖啥的呀、啊？这短袖好像这个就是这是最便宜的了。对对对。那叔叔，我想问问，就这个衣服呢？这个衣服得这都上千呢，这衣服是好像1200啊，1200的。裤子这才买几天，这新买的，买2460买2条裤子，都腌8-9百斤酸菜呢。8-9百斤，叔叔啊，那哪有地儿放啊？那个两个凉台，包凉台，这个两个箱子，咱俩看看，这就能燃酸菜。对，那能吃那么多吗？叔叔，谁家能吃好几百斤酸菜呀？哎呀妈呀，这到整个了就没。我切酸菜还切的细呢。老伴儿活那时候，老王，你切点酸菜去，我就是捞一颗酸菜，我就咔一会儿就切出来。啊，酸菜必须得有肉。年年几回要杀个猪呢？自己家有冰箱，对啊，那还有个冰柜呀。对，还有个冰柜啊，那就专门放那个杀猪的那个肉的。对，放肉啥的。一般我这冰箱的话也不错，这冰箱啊，这冰箱1万7000呢，这冰箱啊。啊，你家这东西都挺贵呀，叔叔啊。是另外办，你治吧，就治好的。另外一办，你卖那个6000-7000的也有啊，那和这个10000多的那比。那就差放东西，我就保鲜放青菜，一个礼拜都不咋地。反正咱家买东西都是有品质的，是吧？是还行。另外吧，这玩意用的东西吧，就买好的。对，买好的。那玩意你说那一使多年，这个不贵，1400多块钱。哎，这个焖煮饭特别好啊，和那个电饭煲、电饭锅焖煮饭不一样，比那种香，比那个香。像你说的，除了穿就是吃，吃也要吃的好一点，对对，饭也得香一点。对对对。那个我这米呢，一早都是给宋元那边年年我一个亲属，他打到了，完年年给他钱打过去，完了他给他来回走车就收了啊，就这样式。这米也挺特殊的，对对对，像那米吧，他那是他吃那米也好吃。听你说这意思，这利息也不少啊。是，够花吧是，够用，送过去。这个大概的数方便透露吗？这个也就是吃利息吃20多万，是这么事啊？利息还吃20多万呢？对，
那太够用了，是不是、啊？够用是不是？那叔叔，我想知道，就是你这条件这么好啊，那给你介绍的应该也不少吧？是，是些朋友吧介绍，这事那事也不少，看了。啊，看了这也处一段也不行的话，你走你的吧。那都哪儿不行啊？主要做吃的不行，告诉也不听。你做大白菜，加上汤完了以后，土豆白的放锅，土豆我喜欢切成块儿，咔咔给你切成片儿，你们搞、啊。土豆切块和片儿切片那不一样呗？口感不一样。口感那能一样吗？你不那不是炒的白的片切片儿，那就咱俩这不行就拉倒，出不来那拉倒呗、啊，那你咋整？那叔叔，我想问问，这家是在电视上看见我们那个张淑华阿姨了，是不是啊？啊，对对，老相中了，就给我们打了老多个电话了，然后就给我发微信说：“燕、燕，赶紧给我安排见面，明天行不行？赶紧的，咋正着急呢？”白，我意思白也跑了啊！你这电话就跑了的话，上哪找？我不好遇啊！那相中哪了？你跟我说说，咋就那么可惜呢？他挺开朗啊，说话还挺幽默的，记得，另外的还锻炼身体。他打那个跳那个新疆舞啊，还会跳。嗯。另外呢，还弹弹钢琴。嗯。电子琴，还另外打太极拳，说话还挺乐观的。嗯。之前从来没遇过这么可心的。没有，哪遇？我都怕他跑了，你见别上就完了吗？不好遇。啊、不好遇。第四楼感觉咋样？还行吧，还行，主要是人好，这个就不算什么。行，咱就看看。哎，好。叔叔，哎，你好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见面了。你好，你好。没让握手呢，就握手。那见你亲就握手呗。给你们介绍一下呀，这个是王泽杰叔叔，这个是张淑华阿姨。哎，你好，得叫王哥呗，是吧？对，这个特意给你买的。哎呀，好不好的话，这是。这花叫鸿运当头啊，哎，鸿运当头啊，比较这个就是办啥事儿的都走鸿运。这个得用什么？得用那个那个有花盆儿啊，你送给我的啊，送给你的呀，谢谢啊，很鸿运当头。那叔叔办啥事儿都走鸿运，走鸿运呐，哎好。那叔叔人家送花都送鲜花，你送的是盆栽，这不长久吗？这长久吗？就是。你这个玩意咱俩得天长地久，对，这永远的，永远的，更好是吧？长久。鲜花还有那个，鲜花几天，一个礼拜就完了。对，叔叔有心了，是不是啊？生活上吧，我一个啥呢？我这个靠啥？这银行利息吧，就咱咋花也花不了，利息是20多万。一年呢？对，一年20多万。就咱俩在一起吧，你吃的绝对不能。不会呀、啊，不会，慢慢学呗。这玩意儿是男下生就会的呀。啊，叔叔对吃要求好像不是说什么，你给我做鸡鸭鱼肉那个。我不是，我就吃大白菜、酸菜了这一类菜。嗯，你不会切酸菜，我切酸菜切还细。阿姨，像叔叔说的，切酸菜会不会呀、啊？会，那得不会就完了。啊，那出戏说话嘛，那哎呀，就是那些都不是事儿，是不是？啊、就像你说的是，哪有学不会的东西？对。再说你。像我们这年龄段，你说你吃啥呀？你像做要吃鱼，吃个排骨啥的，那我真不愿意做，我整啊，我整的还好吃。你要想做的话，我不愿意。这个大白菜吧，告诉一次，你再做咋做你咋做了。我做出的大白菜吧，面糊的特别好吃，谁吃出那把做这个菜它好吃？无所谓的，吃点葱蘸酱也挺香。对，那个叫愿意吃蘸酱菜啊？愿意吃。好吧，葱叶蘸酱。我倒是给你榨点辣椒酱，你吃。咋的？你做辣椒酱跟别人又不一样了？不一样，辣椒酱的话，加我那个，我儿他那些小同学就来了，说那个这辣椒酱榨的这么好吃呢。就两个人的这个口味吧，他可能是需要一段时间往一起去磨合去，是不是啊？就说你说你喜欢吃淡的，可能以前我吃的咸，那咱们就少放点盐。那你愿意吃咸的，你就蘸点酱，这也都不是事儿。对，都不是事儿啊。对，那个大白菜吧，做出来那眼壳做出不吃了就完事儿。一个土豆放个做白菜吧，切丝儿，切成丝儿完了吧，下锅的炝汤完以后，那个。大白菜下锅，完了土豆下锅，完事儿。过去不都这么做吗？那个有啥呢？你带，你像你原先我那个来过几袋，
他土豆给切成片儿的不行，不是炒土片的，那底下那那个白菜切成条的，土豆你也得切成条。谁呀？谁呀？就别说谁了，也就之前处一个呗，处过啊，完了没做好，对，不行，白菜土豆没做好。之后吧，说不听的话，那就走吧，那咋整？是，咱就是。你来不来的你撤呗，你就撤呗。其实吃饭最点击最简单的，你可听他说吃，哎呀不能糊弄，就那些东西。你假如说你今天想吃点手擀面，那就炸点酱呗，对对，顶多弄点黄瓜条丝儿，弄点香菜，那你还能吃啥？对对对对，你包饺子也是，你包饺子吃饺子呗，你喝酒来点凉菜。其实重要的是两个人能不能融合到一起去，我就想有一个好的生活环境，住房的环境，这个我可在意了。嗯，那觉得叔叔目前那个装修啥的有点乱，就是每个人想法就是往前迈一步了，我又走了一家，那我就是总是希望有一些东西我喜欢的，我还是要想完美一点。这个居住房子吧，这有啥跟你说啥，今天不想装这个，明天我给你整一下子。这房子你不用担心，我指定是房子是来年要整的。酒吧要不敬酒这事那指定是记不了。看表情我看出来，对对，指定是不行。指定咱别打着他，你要记的话用啥的，这一辈子就喝酒了。对，你喝酒其实实际上喝酒不是毛病，就是那你说这一辈子这么点爱好，另外一个男的出去在酒桌上喝点酒才有意思。就像我这事同学聚会啥的，我可没意思，我一般去了就给人拍照，我吃两口下来了给人拍照，回去给人做相册，完人家坐那喝，看人家热火朝天的，我都接不上话，还是喝点酒还是挺好的。但是每个人，哎呀，每个人的可能是这个年龄大了，事儿多有点，是不是？那行，如果有缘的话，以后不用再聚。那个拜以后再说，行就行，不行就拉倒。嗯，行。咱办事的话就咔嚓。对，你行就行，不行拉倒。就这样。对于今天的相亲，你有什么想法建议？欢迎评论区留言。老铁们，喜欢星空的给个关注，点个赞。下一集继续精彩，咱们回头见。